糟了糟了糟了，这家门开不了了。好的，飞过来，不要慌张，淡定。咱们西本书，你们信不信我他有红眼我都能逃出去，信不信？逃不出去的话我直接进场好吧，兄弟们。首先不要慌张，盯着他看，秦王绕柱啊，这个碟子还挺聪明的啊，这个真的背对着我啊，这个人好奸诈啊，不让我稀疏啊，这个人好奸诈。哎呀，反手一板子没盖到，哎呀，飞过来了，我靠，控制他进入他身体。好，碟子啊，碟子还有蹲着，这碟子好聪明啊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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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进场了，我靠，他以为我要 翻过来，其实我不翻过去，不要慌张，盯着他看啊。秦王绕柱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吗？因为咱们有入殓师表弟，知道吧？所以咱们丝毫不慌张。有这个棺材，就说你抓到我，直接就是反身。哎，我直接走门，你气不气？哎，我还无敌时间，你就算传过来都没有用啊！一个走位，哎呀，我完了，迷路了，我靠！完了，他给我控制到这儿来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表弟表弟，给我反身，表弟，给我反身，好，你传送传，有本事你传。全都抓到我，直接进场！我靠，来，直接你看，来，哎，我靠，什么鬼？我无敌了，啊！